这么黑的吗？那个灯坏掉了，我肯定要重新买个灯。我打了一个，我明明打的是，可以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明明打的特惠快车，它居然是一个商务车，这简直是太幸运了吧，朋友们，这简直是太幸运了。啊，我出来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，lucky。拼车也不会跟他一个车啊，他从市区过去，挺远的。
显然觉得在外面说话会觉得有点打扰别人。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看网友说他应该回来了。我下次我主持一号北京场的，就是后天的。也没有一下午吧，我下午就播了一会儿呀，播了两个小时吧。后天是京东跟 UP 打。Thank you.
过路口停了啊。好。还是个自动的啊！这么多人还要等位，这么多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两位帮我取一下。好，说两位，一位是吗？好，所有人都是异常王牌，开车王牌。稍等一下，那边说一下桌子。稍等一会儿啊。这个小朋友，哎，这个样子看确实可以叫老王了。在车上吗？那我去外面吧。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现在不想吃东西。哎，我先下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心里面很闷，我现在心里面闷得慌，我有点难受。